谁来了？几点了？钱来了。谁给钱啊？你妈。他不给钱啊，他呀。钱呢？他不给。那钱啊？在哪儿？他说牛卖了。嗯。钱呢？钱呢？给牛买饲料了。那。饲料呢？饲料呢？牛吃了，牛卖了，钱吧，钱买饲料了，这个好家伙，咋整个媳妇？他说你去，他说你去，他给你，但是还不是说五个 W 给你，你去一次给500，去一次给500，什么时候给完商人拉倒，都是他的了。我不要这个钱，我上他买骆驼，给他事儿，我们不来，就是给一个骆驼他。自己得看着吧。你在养很多东西，鸡、鸭、鹅、狗、羊、小鹿。没有。小鹿、马。小鹿你老公有？拿到家里边，他都后他那后边不给咱们那个地方，我们都拿，他不给钱，我们拿地方，行不行？那你就养东西，养东西，然后我们养了，我们就走回长春，都让景老师去照顾。嗯，对，买两个，行，一个公一个母。嗯，行，生小孩。嗯，还有鸡，狗，还有马。对，马。嗯，操！哎呦我的妈！五臭。不是那个，羊驼。那这个七个。行了，明天去啊，早点起来。好。